班八市长奖，三年一班施品聪，三年一班黄凤慈，三年一班谢婉怡，三年一班黄姿琪，三年二班王凯轩，三年二班沈玉珍，三年三班沈燕宇，三年三班简晨瑞，三年三班李瑜轩，三年四班施文雅，三年四班张凯富，三年四班王玉琪，三年五班王佑琪，三年五班郭静静，三年五班江宇轩，三年六班吕永芳，三年六班徐焕廷，三年六班翟正廷，三年七班彭贤安，三年七班沈伟玲，三年七班蔡依婷，三年八班张婉婷，三年八班徐之林，三年八班曹林韵，三年九班王宇安，三年九班陈怡君，三年九班陈任文，三年十班周逸云，三年十班杨月慈，三年十班王秀婷，三年十一班李颂恩，三年十一班戴雅萍，三年十一班戴家珍，三年十二班杜思社，三年十二班沈国瑜，三年十三班王立璇，三年十三班杨雅任，三年十三班林慈威，三年十四班林健，三年十四班李亮玉，三年十四班王婉珍，三年十五班苏佑生，受奖代表三年二班黄姿琪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要邀请市长代表市长来参加我们的阳山市，来为我们毕业生这些优秀的同学颁奖。我们欢迎阳山市。